我叫潘生才，出生在苗栗客家乡镇，就读这个畜牧兽医科。我们在这个技职学校里面就会有建教合作，我们的辅导员也曾经参加过技术团员外工作在毕业以后，在这一个公告栏也看到过技术合作员外的这个计划，那当时我也参加了这个储备的这个工作，那最后在1990年9月份就外派到巴拿马农技团去服务。驻外这个30年的这个工作，我想就是说语言上的话，就是挑战是比较大我也经历一个好几个语言。到达了巴拿马农技团以后，在当地的话是使用西班牙语，到了这个驻地语言上的话就还是欠缺。在工作当中，我们还是对这个驻地的语言有在继续的加强。那我们还有经历到印尼，当地都是使用印尼文，那刚开始的话也是要把工作当成一个兴趣啦，在工作之余，那每天会请家教按部就班的学习起来那另外我也参加过圣多美与普林西比技术团，那边的话语言又不大一样，那是葡萄牙语。之前在巴拿马就有一个西班牙语的一个基础，葡萄牙是和西班牙语可以讲是说这个姐妹语系啦，那这边学习的话也比较快速的这个进入，你有多用一点心，慢慢是可以克服的。然后又回到瓜地马拉，回到首先的西班牙语系，工作的推动也是比较顺畅。那尤其大家也耳熟能详的这一个北甸的木瓜消美计划这个计划是农企业的计划其实在执行上是非常成功的。早期的话就是说我们呈现的这大概是技术的部分，我们的很多的这个计划做得非常的好，但是缺少这一个新闻的这个宣传对外的宣传比较少。那后来的话随着国务会的这一个政策，那我们的慢慢的话也把这个宣传也带上来，那尤其现在我们的这个公关室也非常的辛苦录制我们的非常多的这一个推广的这个活动的这个影片的这些介绍，这个非常好。我是在2002年9月份从印尼调到这个所罗门技术团，第二年是所罗门希望技术团能够办理一个农技成果展，在短短的在3个月的当中，那我们就帮这个示范农场6公顷种的满园都是，总督就颁赠一个贡献奖章给我。适逢这个会里面也正在推10大杰出青年的甄选，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感谢国务会的。那家人来讲的话，对这一份的工作也是非常的赞成其实把你这一个在台湾所学习的东西也能够把这个技术推展到国外，稳住我们的这个友邦的这个友谊像太太的话就是外派4年以后就回国内也有找到一个对象，那他也愿意跟随我到外面来生活，就是这个因缘就把他带出去。那他也觉得就是说这项工作也蛮有意义的，他也看得到就是说这个一切也是为了这个国家，我也很庆幸那每天我也吃回家能够吃到热腾腾的台湾菜。会到每一个国家的这个传统市场，那传统市场你就可以看到当地的这一个农产品他们的生产的这个情形，后来就是说我们的计划加入了以后，这些农产品的种类品质数量是不是有增加，这是我最好奇的。如果是当地的这一些的作物能够就是说销量比较好的，农业的计划里面也会把它顺便的加进去做辅导，尤其是说我们的这个台湾芭乐是非常的有名现在在中美洲来讲的话每个国家都是有这个东西，也是我们国务会带出去的这些的计划发展的最成功的。
员外的工作也是等于是我的一个职业，能够到外面啊展示你的这个技术。另外就是说你可以结交好多的这个朋友，尤其在农民的辅导上，他们如果有赚到钱的话，他们的喜悦也是等于我们驻外这个人员的一个成就感。就像这个青山所在嘛，我们这个福田用心去耕耘，那我们就很有很多的这个收获。